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的 GoPro 10整个发烫，然后我就发现它好像在插着充电的时候会发生自动开机还是什么样的情形。那现在我们就来实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它在充电中会自己开机。你居然给我挡镜头！你的尾巴还没拿开。厉害的是，这次连勾机都当了。神奇的，它又自己开机了，然后就变当了。文件已修复。再度把它关掉，又回到了充电模式。这边连续宕机中，因为宕机还会传染。哎，又干嘛了？又开机了。充电中会一直自己开机的 GoPro 10。